我挺喜欢你。那男的咋办呀？男的死去现在。六十会有两封信啊？我也不知道什么会有两封信。哎呦，小胡，你写了啥呀？他这么激动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梁霄，你怎么这个样子？生气了。完了，梁霄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干得漂亮。面子不重要，胜负欲比较重要。给我晕到门口。好的好的好的，你看我都不需要防守。你告白成不成功在此一举。哎，老肖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子？对啊，行，完了，生气了，小胡。梁霄，你真的是，你没戏了，我跟你讲。你没戏了。赢了比赛，输了人心，输了人生，这是。哎呀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。我这个腿吧，刚才不受控制，你知道吗？找补。你还快点别跟我说话了。真生气了。那我跟你讲，肯定生气的。要我，你要这么对我，我肯定也生气。我碰都不会碰的。对吧？小熊真是把兄弟扔出去了。哎呀！一搜到底。插刀。完了，扣分了。你要跟着我啊！啊，完蛋，真生气啊！我觉得小胡不会真生气吧？你要跟着我啊！天哪！天哪！完了，为了团队。真的生气。啊！他们抱着跑来了。哎呀，梁霄有点尴尬。真生气了，你闹着玩呢。哦，私下来了。先坐会儿吧。哦，天哪！我觉得小胡哄哄就好了。我对你很失望。哎，不是，我没想到他。我对你真的蛮失望。没想到脚就往那走。我跟你讲，刚才小胡怎么说？如果我俩对抗，他直接帮我把球送到我的球里。你说听着，这算不算猪队友？哎呀，这个我真的天火了。给你三分钟。别生气，真生气了，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呀，哦，完了，这会儿真的很难哄了。啊，是真生气了。嗯，这个结果我真没想到，但我觉得小胡应该很好哄的那种女生。哎，不是，她现在是自己下不来台了。对，她就是最开始觉得哼。然后横着横着觉得哼，就是气死了。刚开始还有点好玩，对对对对，到最后就会有的时候会这样，搞得真生气了。嗯，对，梁霄其实是我觉得会最让着对方的，但是他没让。梁霄应该一怂到底。对啊，我就想他怎么会不让呢？我觉得梁霄，你们把他想太复杂了，他就觉得好玩而已。就是你以为我一直让着你吧，最后哎皮一下。对对对，我也觉得。真的，女生很容易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男生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，女生真的很容易恼羞成怒。这个恼羞成怒是就是愈演愈烈，演着演着成演着演着就成真了，就是不生个气都爆收场了。那就是别演呗。啊？不，那这就是这就有男人的想法，就打旗根咱就别整这出。那不能，那她女生就是这样子，她就是弯来弯去，大脑结构不一样。她可爱也在这儿。男生是线性思维，任务性，就解决这事儿就行了。对，女生是网状思维，这还得关联好多呢。嗯。那么你们就是把这网夸就撒出去之后，我们该怎么收这网？这网不好往回来，我们得找从哪走啊？我有个朋友的解决方式是，哎，你就让他生气吧，也不管他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也不行。行，那就完了。这句话好用吗？就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没事，回去我自己哄。你跟谁说？你跟大家说。不能，那你这不就说女孩小气吗？对呀，这话我们可不爱听。什么叫你自己哄啊？姐妹们上，毒打一顿，露个脸都挨顿打。老秦，这八节线下课都白上了。那男的咋办呀？男的死去现在。现在男人当场暴毙，除了暴毙以外，真的解决不了这个事情。我除了离开这个世界，我能远离这个事情，还有什么办法能让远离这个事情、啊？冷静，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
我家人活着这么容易啊？冷静冷静冷静。感觉你的反应应该是带入了一些自己的经历。跪地上抽自己嘴巴，啪！我怎么这么笨？我怎么这样？默默，我觉得我们两个经历了很多事情，其实大家都看到了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很抓马，真的太抓马，太抓马了。如果我在电视机前看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会觉得这一定是有剧本的，这一定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但他的本质其实我是最了解的，他就像，啊，你们总要说他像以前的你们，但他确实也是很像以前的我。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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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开玩笑，没有开玩笑。好胜心很强，从来不指望他人，即使指望他人是更明智更优秀的选择的时候，他也不会指望他人，他还是想靠自己。我觉得他能可以继续这样坚持下去，并且不依靠他人，这是一种很坚强的表现，所以我非常喜欢，所以我非常喜欢。哇哦，安琪就是安琪是我来这儿第一个发现跟我很多想法一模一样的人。嗯，我们是在这儿就很快的成为了那种好像过命的交情的那种感觉。哦，然后过命，越到后来我就越发现安琪就是哪儿都挺好的，跟我就是哪儿都挺合得来的。嚯哟。嗯，然后对我也是，主要我跟他说了，我跟他说太多了，就挺好的，挺喜欢你，就挺好的，挺喜欢你。竟然是第一个，我真的没想到，赤诚嘛，哦，冷不冷？现在有点冷了，我这给你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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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的。我看那这给你干什么？对，所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这边有两封信啊，好会演。你为什么会有两封信啊？最后一天有两封信，危机感。哎呀，谁暗恋我到最后一天才说出来？真的是。你为什么会有两封信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两封信。全部都很美好，但比起这些，我更喜欢只有一只与你一起分享的耳机。哦，啊，嗯，这段我们看了吗？没有。嗯，我们没见过。对呀，啊，他们到底干嘛了？还有什么我们没看的？怎么有两封信呢？哎，我也不知道谁暗恋我。对呀，啊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天才暗恋我，真的是。一直想补回这封信的，一直没有机会，今天真的最后一封了。哎，我跟会谈恋爱的人还是很开心。嗯，我写两封。哦，我第二封是写给第二天没写给他的信。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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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子。你今天又没有三 D 字，又那么小，心又这么短。不是，你看，然后去不要。你这，你看我写什么？听子，听子，听子，听子吗？哇，他的每个信封都好用心哦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别太过分？怎么样？别太过分了你。那补一下嘛。你俩一个主意是不是？我的天哪！赶紧按暂停，要不然都摔了。哎呦！我知道了。哎呦！我笑，我笑，我笑。哎呦！吓我一跳。哎，怎么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吧？我滑倒了，这肯定疼死了。我觉得老疼了，这个太亢奋了，滑倒了。咳我一下，我摔了。没事没事。啊，喘一口气，我想坐下上面，然后没坐稳了。这疼也不能说疼，对，必须得说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小胡，你写了啥呀？还这么激动？我啥写啥了？你没事吧？每个人都要负伤一次才行。就我们早饭伤了，你要不然你再去补一补吧，你再去补一下吧，再摔一下是吧？对，你再补一下吧。你要不介意，我推你吧。我推你一把吧。
哎呀呀！那你吹吧，你吹得动吗？你吹不动，哎哎哎哎哎，我吹不动。看着我，看着我，认真看着我。喜欢我吗？喜欢我吗？哇哇！喜欢我吗？是啊，磕到了，我终于磕到了。喜欢我吗？啊，是喜欢，第一次。他在掩饰自己的紧张。妈！也肯定要留一辈子的。我也是。站着，来到踩地，就这样，站着好。好。小孙同学，你不要对我有意见好吗？是你，我从来都没有对你有意见。不愿意说。啊，那你别说了。哦。耶。我叫默默。好，你好，默默，你好。那你要不要亲一下？这会很敢的，我觉得他会的。差不多了。敢不敢？我不敢。你怎么那么死？你看着我。是。然后这花也没有小虫子。我跟你讲，绝对是有镜头，没有镜头他一定是。溜。啊！亲，没有吗？没了。孙胜文，亲我一下，亲我一下。你这个角度我很黑，能不能换一个我白的？你什么角度都黑，亲我一下。为什么是我？孙胜文，喜欢我吗？孙胜文，亲一个。所以他们俩好了是吧？亲一个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亲一个，啊，差不多得了，啊，走吧，好可爱，好甜，真的，好可爱，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？哇！我和刚才摔炮一样快乐，怎么回事？哇！哎呦！哇，他们要告白了。今天旅程虽然就要结束了，但也是我们的开始。希望我可以做你身边值得信任、值得依靠的那个人。哇，太太是难忘今宵。在这14天里面经历过的东西都是一生难忘的，也是非常独一无二的。谢谢你，红烧姐姐。再见。我还挺晚叫 OK 你补了第二天的线哦，现在就算你全勤了呗，治愈了。我觉得李明文其实应该是一挺闷骚的人，你看他想的这些方式。你关注我喜欢我什么都是假的吧。妈呀，我现在就是如鲠在喉，你知道吗？我想先走了。妈呀，这也太抓麻了，我没有想到我们能够从头抓到尾。那今天安排一个网友线下见面，所以现在还在一起对吗？他比我想象的好。你们俩现在是？我挺喜欢他的。哦，那再补一吻吧。对不起了各位，我先怕没劲了。我刚口水都停。祝福你们结婚叫我。哎呦！哇，他们要告白了。今天旅程虽然就要结束了，但也是我们的开始。希望我可以做你身边值得信任、值得依靠的那个人。哇，太太是难忘今宵。在这14天里面经历过的东西都是一生难忘的，也是非常独一无二的。谢谢你，红烧姐姐。再见。我还挺晚叫。OK 你补了第二天的线。哦，现在就算你全勤了呗。治愈了。我觉得李明文其实应该是一挺闷骚的人，你看他想的这些方式。你关注我喜欢我什么都是假的吧。妈呀，我现在就是如鲠在喉，你知道吗？我想先走了。妈呀，
这也太抓麻了，我没有想到我们能够从头抓到尾。那今天安排一个网友线下见面，所以现在还在一起对吗？他比我想象的。你们俩现在是？我挺喜欢他的。哦，那再补一吻吧。对不起了各位，我先怕没劲了。我刚口水都停。祝福你们结婚叫我。大家都不说吗？没人说了吗？没有，我一个一个说，一个一个说，开始看想说谁。因为我那时候第二天约会的时候，就是默默来拍了我一下肩膀。Hello。然后一回头一看，我说这女孩子还挺好看的，就很温柔的感觉嘛。可是也没有想过，没有想到过，就是你很想要靠自己去赢一些事情，好胜心很强，好胜心很强。可是同时呢，我又觉得。有些时候你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，你要开口，开口去问别人，不是一件错事。对，嗯。你今天那个问题问一下，我觉得那个问题很值得大家讨论一下。啥问题啊？就你今天在楼上问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这样所有人都在听一下。就是假如说世界上现在只有我们十个人了，你觉得大家会维持朋友关系，还是快速发展为两对两对的恋人关系？恋人关系，我觉得恋人关系。那你们可能带入自己是吧？那难道你不是吗？你想要朋友关系是不是？我觉得是双人关系比多人关系要更稳定，然后在那种情况下，大家会比较趋于更稳定的关系。我觉得剩下十个人的时候，我会很崩溃。怎么？怎么了？这么嫌弃我们吗？没有啊，我会觉得就是，就像我平时我觉得我很孤独的时候，但是我走在马路上，其他很喧嚣，我就会觉得很安全。我觉得我跟想法是一样的，我受不了只有十个人。我觉得我可能有一个期限嘛，就是我可能待什么时候我就会想走了。老王你呢？我说大家可能会分分合合，然后可能会有新型的关系出现。哦，就是复杂的关系，复杂的关系。对，我觉得关系是进步的。对对。我受不了只有十个人，我可能会先走一步了。先走一步了，这个，我可能就真的先走一步了。先走一步。从今天起，我要变得更坚强，送给你，不要先走一步。学起来活下去的勇气。断舍离就在下边。干嘛？你干嘛？我先走一步，你也不走，对吗？走走走走走。当他守活寡。走走走，立马开启这个断舍离，立马走。去哪呀？断舍离去。害你在心口难开，有的人很难，你觉得吗？确实。他出局了，出局了。硝烟四起，出了。行，没问题。摸了。默默的真名叫什么 ？Lisa。他出局了。我超简单的。这么明显，你都能掉进去？我有会说什么不知道或者知道？为什么我抽到这？我是这里最爱摸头发的人。你们不对劲，你们都盯着我。跟生活里的朋友啊一块出去玩，我喜欢朋友玩，我在边上待着就好。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感觉。对，但我觉得你不用改，因为你的那个能量是铺在比较深层的心底的，就你一旦铺开了能铺好久，当他们感觉到无助的时候，你反而能够把你的能量传给他们。哦，我先说什么是我对我练舞的新发现，就是不光嘉宾在里面要做游戏，观察员也要做，这是我的新发现，跟其他练综都不一样。其他练综跟我想的练综也不太一样，只是坐在这里聊天就可以了，分享自己的想法。我感觉录了个棚外的综艺，什么游戏都要玩。小胡，
小胡反正就是第一天见面他就说啊什么的，我知道你好久了，好喜欢你什么的，然后我看到他的感觉就是好一个古典美女，就好纤弱好纤细，大家对我的评价只有一句话，就是美女是吗？对，没有别的性格了是吗？但是后来我觉得就是他喝多了那天我对他完全就是颠覆了，这个人就一直跟我说，他说我们青岛人不会喝多的，从头到尾就跟我说这句话，然后在那边大笑狂笑哈哈哈，然后抱着你，然后夸你好看，然后就是夸这个屁股翘，夸那个漂亮，就是可以了，就是这种很疯的状态。但是我觉得就真的还蛮可爱的，就不会让我觉得是一个冷冰冰的美人。在上了高速，我去！哎呀，你挠到手心了！哎呀，我的天！挠手心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除了他吸了氧，还有谁吸了吗？这不还有小圆脸吗？你就卤蛋，你别说话了。嘿嘿。哦，梁小好开心哦！小胡替他怼别人了。哎，梁小姐怎么这样子？对啊，是。你没死。完了。你要跟着我啊！啊，完蛋，真生气啊！你后面别跟我说话。王潇，你真的是，你没戏了，我跟你讲。你没戏了。完了完了，梁潇的雪上加霜，小胡更生气了。现在男人当场暴毙，除了暴毙以外，真的解决不了这个事情。我除了离开这个世界，我都远离这个世界，还有什么办法能让远离这个世界？冷静。听着呢，就是很喜欢这种性格。然后后面发现，就是一个还有也很有原则的。很温柔的人，哇，这夸的，安琪就是哪儿都挺好，跟我就是哪儿都挺好的，就挺好，挺喜欢的，就挺好，挺喜欢的。哇，当众告白哎，哇，他俩搂着，哎，哦，哇，太好了，真不错，我起鸡皮疙瘩哎，喜欢我吗？哇！啊我喜欢，我也喜欢，就该这样。来洗手了。对。帮你洗。冷不冷？不冷。不洗。啊。哇哇。你会怎么样？别把我头按在这里面。你小心点，我跟你讲。你怎么还恐吓小熊呢？怎么还威胁小熊呢？你小心点儿。他干嘛了？哇，有点晕。对你起太猛了。嗯、对我们还是缺氧状态。你们是刚到这么高地方是吗？我们早上是来的。我们前两天都在2000多，没有很高。你们昨天在玩的地方实际是在哪里呢？我们去了一个茶山，就是茶山上面有个那种度假村的酒店。有没有那种加你微信啊、哥哥要不要买茶叶那种？不是加我微信，叫姐姐。加小熊吧，应该加小熊吧。哦，知道什么梗是吧？啊，先你一段感情嘛、啊，然后后面就一顿上来卖茶叶的。我的爷爷在炒茶，好辛苦这个。支持一点，买点茶叶。哎，你们高反可以，我们可以拿那个茶出来喝，因为那个是高，就是对高反好的。那先给小李冲一下，他喝了2天了也没。慢点，慢点洗。下雨哦，赶紧屋吧，下雨了。走吧。我自己其实本身是一个高敏感的人，高敏感并不是我的诅咒，而是我的礼物，让我在人际关系里获得更好的体验。我觉得他身上有很多我需要学习的东西。我谈恋爱的时候是很注重他情绪是不是平稳，他经济条件是不是好，不合适的人哪怕有感觉也不会走很久。但是我稍微有一点复杂的事儿，我随时就炸了。就是我是这种说话不太过大脑。我40、50不谈恋爱都没关系，这个东西宁缺毋滥是爱情啊，应该是你的避风港，不能是你的战场。有时候希望多说一点，让大家多了解我一点，然后有时候又希望安静一点，然后就是又觉得可能多表达一些东西，就好像很刻意的感觉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然后我们怎么说呢？也有共同的爱好，
我觉得我们以后可能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。我跟帅帅其实是交流最多的男生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爱好，足球什么的，然后也会有怎么说共同的审美。我说默默吧，就是我第一次见默默的时候，我以为她是那种很温柔的小姐姐，你知道吗？她长得是很温柔的，我也是。你什么意思，小熊？没想到那么活泼哈。对，然后很甜、很温柔的小姐姐，没有想到她就是很执着，然后很有冲劲儿，然后玩游戏很认真，运动也很强，很爱打篮球的运动美女。谢谢谢谢，还蛮反差的，我觉得。青子吧，嗯。哎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以为你是那种就会比较严肃一点，比较高冷是吧？对，比较高冷的那种。然后没想到是个搞笑女孩。没想到你是就是贼惬意的那种，每天都是很 chill， 很 chill 的那种。对，还挺反差的。虽然说这一季我们的成绩不太好，但是呢，我们节目组对大家还是有一些比较美好的祝福的。比如说老秦，这是节目组给你的祝福。下次什么意思？下次要秦再要请你再接再厉。下次要请你再接再厉。好，不是这段剧。下次一定能行。孙都好听。分分。期待我练舞大结局。下次要扬眉。我练舞语出惊人，下次我从头再来。从头再来。对，好，我们全员来拍张合影。你看过那个吗？背一个这个袋儿 China。 我们还给每个人准备了一个福袋。来，我跟小孙第一开始见面其实是一个活宝，就是感觉非常非常外向的，但其实接触一段时间觉得小孙其实有的时候看起来很自我，但是其实内心还是很细腻的一个人。嗯，赞同。然后我觉得小李小李一开始就是我跟小李住过一个晚上，就是我觉得小李可能不太善言辞，然后小李讲话也比较看状态，但接触一段时间之后，其实我觉得小李他就是他其实心思比较敏感的，就是有的时候能第一时间看到每个人的情绪，就这点是我没有想到的。然后小帅就是第一次见面感觉是可爱弟弟的感觉，还挺会照顾人的，然后也是为大家着想的那种。然后我觉得反差最大的就是小熊，然后第一次见面巨高冷，你知道吗？高冷吗？挺高冷的，就是或者是内向吧，有可能是不太会说普通话。对，普通话不是说得很好，不好意思。但是接触下来之后，我觉得小熊他就是很搞笑。真的假的呀？他很搞笑，你们只是没有发现他搞笑的。真的很搞笑，就他的笑声都很搞笑。是鹅叫，听过一次。他其实非常的热心，第一次就是小孙说他没有收到过花嘛，然后他把第一次做的花就给小孙。然后有一次我手机我太困了就睡着了，手机没电我懒得充，然后第二天发现我手机莫名其妙被充满电。深藏不露啊哥。对，不愧是我们咱们大双鱼。对，双鱼座。